我今天新学了一句话，生命在于运动。这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。运动不光需要时间，还需要钱。那也不一定，有很多不需要钱的方法。是吗？比如说，走路是最简便易行的运动。你每天都坚持走路吗？我的原则是，半小时以内的距离绝不坐车，